这里是罗东夜市，真的是非常的多人。我们在排三星葱，然后是找到好，好，我们就在这里。什么是海苔高渣？什么东西？高渣我也不知道。他说很高渣。哦，这是什么高渣？海苔高渣。还有腐肉跟高渣。好吃？不烫，好烫。我们再等下面有饼。